能不能行？太菜。你接不住了，犯规了，你直接就。没犯规，弹一下又弹一下，你没接到。我笑了。给我，给我。哎，你这呀，能接你？看到我蹭了个边儿。对，不对，对不对，对不对吧？来，咱俩打他。我今儿必须得把刘爷给打挡着，这辈子再也不炫了。来，炫我，炫我，刘爷就炫我，炫我。你啥呀？你这是？再炫一个，再炫一个，再炫一个。不下旋球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好不好？你再炫我一个，再炫我一个。知道我为啥躲了吗，佳佳？那他不是打球，是打人。还在炫，哦、到这儿都在炫。哎，以后不叫刘野了，叫刘旭儿。刘都已经出界了，反应没跟上，还是打。输的人直接做鬼脸。1-0，2-0。3-0，我先做吧，1、2、3。做鬼脸，不过我做仨。不行不行，那不算。不要，快点。我不要。来拍照了吗？没有吧？哎呦哎呦，打人打人打人！犯规裁判，这不对，小莫，快来！